生终于回来了，张惠妹一号暌违七年重返小巨蛋，正式为十二场的巡演揭开序幕。耗资3亿打造出来的成果，果然就是让久等了的粉丝嗨到不行。不要再说要进出狂人出庭堂，不要再说要快步闯入盘中庄，这个世界没有女人该怎么办？你想你想 Oh my god， 我真的回来了。上一次在小巨蛋是不是7年前啊？被一个场地禁足7年，好像也是蛮酷的啊，有没有？但我想问一下，就是7年前有在这边跟着嗨的，就你们嗨的啊，还敢给我举手嘞？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等这一刻很久了。上台的时候其实超不真实的。完全太期待接下来的几场啦。